2022年下午快3:30，好像没什么大炮，看起来是不在家。日常来，我对我住很近，我就比较常下午来。那下午就是比较盛装的。对啊，早上我也不太喜欢来这里。然后今天那个刚到说12点出门以后就还没回家过了，我还是要自己找一下，好像真的不在家。再看出来了。哦，太慢了。好，可以。我就说，我来不到10分钟吧，然后就回来了。然后他们就飞出来了。对了，我在说你。今天的风太大了，画面会晃。速度太慢了啦，我看到它要飞了，然后举起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又来了，哦，真忙呢。又跳走了，他去哪里了？下来而已。哦，还在，画面还在，在看呢，没有要出来，就一直在探头啊，感觉还在理毛。你看，假动作太多啊。给你看，不过我在录影没关系，如果不介意我录到你，你可以看。哦，对，他现在出来了吗？啊，这是小 baby 还是？没有，这是成鸟，对。哦，好，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小孩来看一下。可以。
自己单独一只哦，小心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在巢穴里面，来来来，巢穴里面还有一只。巢穴里面也有，它是爸爸还是妈妈？这个太远了，我哦对对，看不出来，看到了没？就这一只。对，我们刚刚就看到它。是啊、哦。真的、哦。几点的时候？哦。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。谢谢。喂。不然我的手机拍可以可以可以，自己调角度，会反光调角度。来来来，帮大阿姨再拍一下它。OK， 谢谢。不会不会。我看到了。嗯，对。风太大了，下午好像三到四级风，然后变天了，光线也不好。在那边，我在录影，如果你要看可以看，但是我有在录影，没关系。对，拍那个鸟类啊。对，扭转。哦，鸟啦。扭转，它旁边有三个倒影板。啊，对，有啊有。哇，好清楚啊！老鹰啊，一起老鹰啊，扭转，扭转。有准了、啊，哎，哦，腿上进了一个，哎，丢丢丢丢丢，哦，好大只哦，站在那个，站在哪里？站在那个，虽然有在录影，好，不介意哈，对对对，我是不怕录到声音，对对对，你们可以，这边有三个告示牌，他也跟你讲巢位在哪里，哦，对对对，谢谢啊，好，不会，相比人要绕过去另外一边，对，就停车场那里嘛。知道吗？停车场再往里面走。那稍微有抓到，但是这光线不好。飞机啊，飞走了，好像飞走了。
回家了，真的不要回来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停在最左上角这里，然后要回家了。天气太冷了，有想飞嘞，有想飞嘞。出去了，出去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出去，出去了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，这次真的收工了。车缴费，今天会多少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4:42，至少一个半钟头，说不定是2个钟头。OK， 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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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